欢迎收看由雷科技推出的 Breaking News， 让我们赶紧来看一下今天刷爆科技圈的是什么。在本届 CES 期间，一加 CEO 刘作虎和联合创始人 Kyle Pei 周三在百乐宫接受了媒体采访，确认了下一代旗舰机的大致发布时间。刘作虎透露，一加的下一款产品将在第二季度晚些时候推出，节奏和去年的一加五基本一致，并确认了处理器为骁龙845。至于有没有一加六 T，刘作虎说，他现在不能百分百给出答案，预计将用上屏幕指纹识别技术和更强的面部识别。在采访中，刘作虎还表示，一加已经在和美国运营商洽谈，未来的美国市场的销售渠道不再局限于互联网。考虑到90%美国用户通过运营商渠道购机，一加此次的举动显然是想进一步扩大在美国市场的战果，在高端市场上夺得一席之地。除了透露新旗舰的部分信息外，刘作虎同时也表示，将会为一加三和一加三 T 增加面部识别功能。最后福利到，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，关注雷科技微信公众号，回复关键字"一加新机"，即可获得微信红包，手头有什么无哦。